分享一个有趣的东西 ，AirPod， 我们用其中一只耳朵就好。待会是这样子，非常快。仔细看，一、二、三，穿透进去，太快，对不对？对。再一次，再做一次。这次的在这边捏一下，它就变成隐形的，在这里。没有吧？拿起来，不然你帮我丢，往空中丢。哦，好进来。好强哦！可以看一下，这是真的 AirPod。不然这样好了，那你帮我拿手机出来拍好了。好，这次我们玩点不一样好了。放在这个地方，看仔细哦，眼睛不要眨。一、二、三，直接穿透进去。还没。还有，最后在这个地方。回到这面，我把它打开看看。真的？哇！好扯哦，太惊悚了。惊悚啊！